欢迎收看109年8月18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自从解封后，每到假日，许多观光景点都涌现大批人潮。而由于近期国内疫情再升温，拥有许多著名观光景点的盐城区公所就呼吁民众一定要记得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在高雄市中区资源回收厂的回馈设施当中，有一处游泳馆，里面有按摩池、烤箱和蒸汽室，设备相当齐全。最重要的是，在回馈区内的里民只要花2块钱，就能将所有的设施一次体验，让里民相当称赞。小港区的长照据点特别设计了世代共融的活动课程，让小朋友们陪伴爷爷奶奶一起上课，不只让孩子们学到如何主动关怀，也让长辈们愿意走出家门和外界多互动。首先来看到高雄市长补选结束，新市长出炉，代表这段的市长代理期间即将结束。代理市长杨明洲主持市政会议时，感谢大家在代理期间的鼎力相助，顺利推动各项市政。同时他也强调各局处务必坚守岗位，并且呢不要松懈，以利市政无缝接轨。高雄市代理市长杨明洲今天主持市政会议时，感谢各位代理首长的同仁在这2个月代理期间的配合与协助市政的推动。同时杨明洲也强调，在与新团队交接之前，务必坚守岗位且勿松懈。在开始之前，我还是要代表我个人对于大家在2个多月来能够鼎力相助，套一句比较港我味的哈，两肋插刀，真的能够在这2个多月，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个市政的推动，能够很平顺。在主持会议之后，杨明洲也率领团队到四维中心一楼拍摄毕业照，同时也感谢代理团队这段期间的辛苦和努力，包括民政、环保、公务、水利等单位都致力于防汛防台。另外，最近菲律宾地区的低气压可能发展为台风，杨明洲也指示各单位要上紧发条。谢谢市民、朋友在这段时间的支持，让我们能够不负市民的托付，也不负我们行政院中央的这一个指派来代理。那希望我们这个代理结束以后，一切市政能够更加的上轨道，我们的高雄能够大家都非常的平安，然后整个的市政推动能够很顺利。高雄市长补选后，市府立即与行政院新任市长竞选团队联系协调，启动相关交接作业，同时也取得共识，8月24号上午9点将在四维行政中心办理交接，让市政推动无缝接轨。记者吴秉源高雄报道。月底即将开学，代理市长杨明洲要求各学校单位应该做好防疫的准备工作。对于远洋渔船即将返航，也将向渔业署来争取经费，并且协调扩大防疫旅馆的数量。高雄市政府17日召开第34次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应变会议。对于月底即将开学，代理市长杨明洲指示各学校单位在开学前再次盘点防疫资源，做好消毒防疫工作。校园的防疫，我们刚刚也有讨论到，我们就是请我们这一个教育局，在这一个开学前的这一些返校要再去做一个盘点。第一个，各学校的这一个备用的口罩是不是备足？这个要再去做一个检视。那么第二个，开学了以后要落实这一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作为，包括如果在教室通风有打开窗户，那么这一个打开窗户是要全打开呢，或是打开几公都要一个标准的作业的这一个操作，开窗那开到什么程度？那么他就可以不用戴口罩。那第二个，如果在一些专科教室不能够开窗，要密闭的，那又不能够这个维持适当的距离，那在这个里面就必须要戴口罩。另外，远洋渔船将在今年11月到明年1月陆续返航，预估有超过5000人进港检疫。杨明洲也将向渔业署争取经费，而防疫旅馆的部分也将协调扩充。
所以我们今天有将我们的这个防疫旅馆从1800多间，把它到下个礼拜可以扩充到2100间，以上。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滚动的来做一些检讨。杨明州也提醒民众外出记得务必戴上口罩，配合中央疫情政策，落实防疫新生活，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记者吴秉源、潘文玉高雄报道。现在民众出入人潮拥挤或者密闭场所，依照规定还是必须佩戴口罩。由于盐城区有博尔艺术特区、大港桥等著名景点，吸引大批游客来游玩。对此，盐城区长严次山呼吁游客请保持社交距离，并且佩戴口罩。高雄市盐城区有著名的博尔艺术特区、大港桥等观光景点以及商圈美食，吸引大量游客来游玩。对此，盐城区长严世山欢迎大家来玩，并呼吁游客请保持社交距离并佩戴口罩。也有吸引很多的国际游客，尤其现在又有大港桥的加持啊，那游客真的增加很多，欢迎各位踊跃到盐城来观光享用美食啊。但是在这边因为国际的疫情哦还是非常的严峻哦，所以这边也要呼吁各位游客到我们盐城区来观光品尝美食的时候，要依照中央的指示哦，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呢，希望能够戴口罩哦，在享用美食之前哦之后都能够洗手了哦，那个这样能维护大家的安全哦。适逢暑假期间，外地游客前来大港桥游玩，游客配合中央流行指挥中心公布的出入人潮拥挤或密闭场所，佩戴口罩也保持社交距离。随身会有携带口罩，然后进出那个室内场所的话会戴口罩，对，然后会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像这么遥远的距离就不用戴口罩啦。那如果像小朋友的话，我会直接把它罩雨罩。就是因为他也没办法戴口罩嘛，所以就让他整个被关起来，还是保持很好的防疫距离。盐城区公所再次宣导，请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务必佩戴口罩，并养成勤洗手、咳嗽礼节等卫生习惯，以降低感染风险。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小港区有一位老翁迷了路回不了家，经过了解才知道，他因为糖尿病后天失明，无法辨别方位。而协助处理的袁景宇因为过去有特殊教育的相关经验，在处理的过程中教导老翁如何用手杖来辨别道路，最后也顺利的将老翁送回家。小港派出所日前接获一起失明老翁误闯校园的事件，因老翁失明无法辨别方位，因此通报员警出面协助，才顺利的帮助老翁返家。小港派出所副所长表示，过去走失的长者大多有失智问题，而失明的长辈外出其实相对的更加危险。小港国中的身教老师报案称，那个有一个失明的老人不知怎么回家，他就报案由我们本所员警至小港国中去处理，之后由他护送这个失明的老翁回家。之前所接获的报案都是失智的比较多，而且这接到失明的也比较少，因为失智的人在行走方面，他安全上他也自己可以顾虑到，而失明的是不行的，所以由我们警方就细心的把他护送，知道他的家是在哪里，然后由我们警方直接护送大家，以免发生的交通上的安全。老翁是因糖尿病而引起失明，过去没有接受过视障的相关教学，而处理案件的员警过去曾担任特殊教育的老师，在协助老翁返家时也教导他用手杖找寻方位的方式与技巧。而老翁住家的位置在港前里，港前里里长也出面提到，若里民需要服务，里长都会尽力提供资源。我们能力上的话可以帮忙，我就帮忙，就不要转了。如果在我们能力上好像这个帮忙他还反而还有问题更大的话，我们就刚才我所讲，我就会转到社会科或转到派出所。发现老翁他因为糖尿病的原因，属于是
不是天生的失明的状况，啊，我们事后才发现说他是事后的失明，所以他对这个失明之后要如何安全的出路，或是有一些基本的技能行为，他是不太了解。之前有教过特教，有一些相关的职能，所以我在是刚好多知道一点点，那我就多教一点点说，比如说他在开门的时候要怎么开，他要先用手去摸钥匙孔，然后再把那个再去对到钥匙孔，才知道钥匙的位置在哪里，或者是说他本身有拿一根类似登山杖的手杖，那我也教他稍微使用一些基本的导盲杖的技能来做定位的训练。在此也提醒民众，家中若是有失智或失明状况的长辈，一定要特别留意他们外出的安全问题。而若在路上遇到迷途的长者，也可以主动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协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记者李佳龙、潘文玉，高雄报道。天气热，到游泳池游泳最消暑。而您知道吗？高雄市中区资源回收厂的回馈设施中有一处游泳馆，里面除了有游泳池之外，还有烤箱、蒸汽室，设备不比外面差。而且回馈区的里民只要花2块钱，就可以享受所有的设施，相当的划算。来到这处游泳馆，有大型泳池可以来回常用，另外一头还有儿童池和 SPA 按摩池，旁边则是烤箱和蒸汽室，和一般外面的设备差不多。住在三民区的李先生就常带家人来这里游泳。我来这边最喜欢的设施应该是烤箱跟蒸汽室，可以逼一些汗出来，疲劳，平常上班疲劳，可以稍微这边来做一个放松。这一处游泳馆其实是中区资源回收厂的回馈设施，收费方式比市立游泳池还要便宜。而且如果是住在三民区或是部分的左营、仁武、鸟松区的民众，享有优惠票价，只要2块钱，可以说是经济实惠。所以如果是回馈的民众的话，就是只收2块的保险费；如果是外面民众过来的话，就是全票40，再加上2块保险费，等于42元。如果半票的12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就是20块，再加上2块保险费，等于22块的费用，这样也是蛮低廉的。游泳馆费用亲民，清洁维护也不马虎。不过平日上午时段不开放，只供3名高中学生使用，下午和晚上以及假日时段才开放给一般民众使用。这个回馈设施的游泳馆，我们最喜欢的是它的水质很干净，然后他们的管理也还不错。对，每天都有做那个 pH 值，还有我们的那个有效鱼的检查，那个水质的部分都是我们委外厂商都服务的很 OK。游泳戏水除了选择安全的水域环境之外，设施价格也可以比一比。住在回馈区范围内的民众不妨多加利用，以亲民的价格享受回馈设施。记者金宪忠、赖昌邦，高雄报道。位在盐城区新乐街的人生书局，贩售的书虽为冷门的佛经和古书，但也苦撑了74年。然而随着时代进步，数位时代来临，人生书局的经营也大不如前，生意平淡冷清，但还是希望爱书人能够多多光顾。新乐街上的人生书局，早期只卖自己出版的书籍，是个相当冷门的书店。如今卖佛经、古书、参考书以及文具。然而，随着时代进步，数位时代来临，人生书局的经营也大不如前。经营了74年了、那这个过程就是说，家父他起初是从庆光书局的创立，到现在民国55年人生书局的创立，整个从，光复以后，父亲就是就承续中华文化，就是创立这个书局的使命，一直到现在，所以继续在努力。那为什么会坚持这个事业？就是因为人文精神很重要，因为你只有物质文明的进步。像现在手机啦、那个网络啦的兴起，它对实体书局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李明宪表示，人生书局经营了74年，虽然卖的是冷门书籍，生意也平淡冷清，但是感谢社会大众一路的支持与肯定。这是一个肯定，很感谢大家社会大众对人生书局的肯定，因为他们一直怀念说，哇，人生书局有卖教科书，这就是一个坚持，哦，这个很重要的东西。教育就是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下去。那要走到什么时候，这个就是没有一个
一个忠诚，就是他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文化的使命，死者要做的事。李明宪表示，父亲李平峰一生都在开书局，将中华文化发扬是他唯一的目的，即便经营业绩大不如前，但他与父亲还是会坚持经营下去。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长辈们看到活泼可爱的小朋友，也会显得更有活力。小港区一处长照据点就和安亲班合作，让小朋友参与长辈的课程，透过精心的活动设计，让小朋友和长辈更了解彼此，体验世代共学的乐趣。小朋友拉着阿公阿嬷的手，一起唱唱歌、跳跳舞，让长辈脸上浮现幸福的笑容。在小港区的长照据点设计了世代共融的活动课程，让小朋友陪伴社区长辈，也学习如何与长辈互动。虽然这些小朋友都不是爷爷奶奶们的孙子，但长辈们还是对他们疼爱有加。朋友啊，温孙嘛是这个年岁啊，温孙嘛一年啊，要读一年啊。哦，温孙的体格甲这拢差不多，啊，偌好个。把这个孙子吼做伙吼，感觉吼足欢喜，足意义，足有意义啊！哦，很高兴啊！嗯，在家里没有小孩子看到的。长照据点与安亲班合作，让孩子在参与的过程中学习主动关心长者，并透过精心的课程设计，让彼此更加认识。孩子们也说，与爷爷奶奶们一起玩很有趣。今天可以跟阿公阿嬷跳舞。我圈圈唱歌很开心，可以陪伴阿公阿嬷，然后感受对阿公阿嬷的喜爱。我还以为小朋友会怕生呢、啊，那可是今天小朋友都反应的都还不错，还蛮愿意跟长者互动啊，所以我想今天这次接触应该是长者愉快，小朋友也愉快，让孩子在体会跟长者之间的互动，那让长者享受儿孙足乐。这样世代共学的活动，不但让孩子主动学习关心长者，也让长辈们能与孩子开心互动，让长照课程更加活泼。记者李佳龙、潘文玉高雄报道。政府每隔十年都会举办一次人口和住宅普查，将所搜集到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作为政策拟定的依据。市府表示，这次普查呢将从11月8号展开，而除了以往的人员访查之外，还增加了网络填报的部分，希望民众能够多加配合。为了了解城市的发展现况，政府每隔十年会启动一次人口及住宅普查行动，借由人员实地访查，了解常住人口质量、家庭组成、地区人口分布的状况，将访查到的资讯作为未来政策拟定的依据。从这些资讯里面呢，我们可以去了解说，哪些社会福利的政策我们做得还不够，能够要加强哪一块，啊，或者是说我们在规划整体资源分配的时候，还有各地区发展的状况如何，透过这个普查，我们比较能精准地掌握这些基本的资讯，那资源分配政策规划就可以充分地参考这些资料来做适当的一个安排。那三步的话，就是说不会去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然后更不会去问你的账户啊、存折啊，问到这个一定是诈骗集团的哈。啊，第三个就是说，第三个步就是不会去泄露我们查到的资料，好，我们不会把个人的资料泄露出去，这个不用担心。高雄市幅员辽阔，虽然这一次是采用抽查方式调查，不过还是得实际访查134000多户。为了避免民众误认是诈骗，提高民众的配合意愿，主计处除了设计三步两会的口号之外，也寄出了宣传利器。但如果民众询问，我们很乐意回答。那当然背着这个走出去，是我们的光荣感啊。对，就当做一个活广告，是我们应该做的。上下班都可以背，然后搭公车啊、坐捷运啊、走在路上啊，让民众可以多一点，多清楚一下。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办人口普查这样子，当然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民众可以知道以后能够多配合，尤其是，公寓大厦管理员那边可以帮忙协助一下，好，这个不是诈骗集团，真的是十年一次的大普查这样。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将从11月8号开始展开，而首次开放的网络填报方式从11月1号即可进行，希望民众能够多多配合。如果遇到人员访查又心存疑虑的话，都可以拨打1999或是165进行查证。记者许佳如高雄报道。
中高龄的朋友要如何减重呢？其实可以透过拳头饮食计划达到减重的效果。在凤山的一处共老基地，目前正推出健康体重管理营队，由专业的体重管理教练透过饮食和云端科技工具，为有体重困扰的朋友进行饮食规划，希望帮助有需要的朋友改善体重的问题。长期为银发族服务，发现体重是困扰长辈健康的原因之一，共老俱乐部特别推出健康体重管理活动，希望帮助有体重问题的中高龄长辈改善体重问题。观察我们的伽马点 C 级肠照站，我们的 B 级，我们的 A 级，我们发现太多人是卧床，然后或者撑不起来啊，不然就是你要不是肌少就是胖。好，我觉得落在这两个部分的比例其实非常大。共老俱乐部的负责人陈雪妮过去因为有体重方面的问题，导致健康亮起红灯。半年前参加健康体重管理活动之后，配合专业指导教练的饮食规划，不但已经减下了20多公斤的体重，连体脂也下降不少。比较过去圆润的体型，陈雪妮成功的甩肉经验，吸引许多人想要加入她的拳头饮食计划。胃是可以伸缩的，你可以吃那个去 buffet 啦，然后或者是吃大餐，你可以吃到把它变成4个拳头大，比牛的胃都还要大。那因为这样的情况，你就把那些肝糖储存变成你的脂肪。所以我回过头来会推展饮食拳头饮食计划。你每一样的部分吃，每一餐的吃，你必须营养均衡，不是节食。好，我要说不是节食。配合专业营养师和医师团队，透过云端智慧科技工具，为有体重问题的朋友量身打造饮食计划。只要有耐心的配合，就能达到理想体重的目标。不过陈雪妮也提醒有体重问题的朋友，不要太过心急的想要以激烈的节食或运动来减重，恐怕会造成反效果而损害健康。记者金宪忠、黄兰君高雄报道。那我就可以说你们这边也是。接下来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度到34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度到34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度到34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手工正片冲洗虽然是一门即将没落的行业，但是我依然坚持到最后，
用心冲洗每一支底片，让大家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色彩。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高雄一直在变，城市的发展孕育文创不断萌芽，地方传统被赋予新文化，就连街道市井也换上新装。唯一不变的是这里风光依旧，人们生活永远充满热情。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别人搁咧困，阮就开始咧做事，将每一工上醒的机会好好处理，袂予人客。你若愈早来，做事就愈轻。趁日头还袂出来进前，将讨厌人的机会处理了，这就是阮的价值。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对手大力一挥，40多年的路桥顿时化成瓦砾，告别过去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畅通的道路。桥拆了，路通了，高雄的情感全串联在一起了。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携手向前行。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走在进步的城市里，我们迈开脚步，努力守护属于自己的根，在绝望中看见希望，在挫折里找到前进的方向，深入每一寸土地，看见与你我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